的 fiber 是温度升高15度 C， 那问这个这里面的 member force， 我们说昨天说 BC member 因为上层柱子上层的 fiber 温度升高，所以它的 fiber 伸长使得这个 member 变形。那它的断面是54 cm 的高度，所以这个端点呢，其实有转角，就是这个转角。那这个转角跟这个转角是一样的，这个转角如果里面没有 member force 的话，它需要转动更多，但是所以说 AB member 不准它转， AB member 说我是要站着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中间就互相要妥协，看谁让多少。那我们要算这个贝塔，这个贝塔可以从 upper fiber 它的 fiber 的伸长量，这两边是一样的哈，这中间是 center line。两边伸长量一样，这边向右，这边向左，伸长量应该等于阿尔法 L T， 就是它的原来长度乘上温度升高量乘上膨胀系数。那因为这是对称的，这边向右，左边向左，所以每边只有整个 fiber 伸长量的一半。那对 BC member 而言， BC member 本来就是这样子，现在就是他其实要这样动，但是外面不准他这样动，换句话说是这个 fixing 这边等于是一个 fixing， 对 BC member 来讲它是一个 fixing，
这个飞行员是不准他这样转的，所以这个飞行员会给这个 BC 端点一个这样的弯矩，这个飞行员这样给他不准他转，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给他一个这样的弯矩。这个弯矩是 in terms of 这个 theta， 它是这个 theta function， 它本来要转多少，我就要压一压回去多少，就构成了这边的 fixing moment。 那所以我们要找这个 moment 跟这个 theta 的关系，找它们的函数关系。我现在这里其实就是用共轭量法来找，如果这里是一个 hinge， 这边是一个 roller， 加这两个 moment， 那这会转，对不对？这会转，转的量正好就是上面这个 theta。 我们把这个 m 跟这个 theta 的关系找出来，那就到底这个 m 是多大，就知道这个 m 也就是我们的 fixing moment。 fixing moment 要找这个关系，我们用共轭量法，两端是 simply supported， 所以共轭量长度也是这么长，两端也是 fixing simply supported， 然后这里作用 moment， 这边作用 moment， 所以它的 moment diagram 很简单，就是这就是 moment diagram。 我们把这个 moment diagram 放在共轭量上，要把它除以 EI 放在共轭量上，变成共轭量的载重，所以这个共轭量的载重的大小就是 M over EI。这个其实是上缘压力啊，所以这个箭头最好应该是画上缘，上缘压力。那所以它受它这边的反力应该是两个这个方向。哦，没错，我眼睛看到了。是画像上面的，这一个反力就是共轭量在这一点的剪力，共轭量在这一点的剪力就是圆梁在这一点的转角，也就是这个theta。所以现在这是向下的这个反力，所以造成这里的剪力是向下，是反中向的剪力，反中向的剪力是负的，所以这边是负的 v prime， 其实就是我们的负的 theta， 因为这里 theta 是顺中向转，负的 theta， 它的大小就是这一个反力，这个反力是多大呢 ？m over ei， 所以总重量是 ml over ei， 所以这个一半是二 bi 分之。m l， 这个是 2EI 分之 m l。 那所以从这里找到了 theta 跟 m 的关系，我们要找 theta 跟 m 的关系，所以就是其实这个 m 是来自于这个 theta， 这个 theta 是来自于这个移动，这个位移是来自于它的 fiber 的伸长量。对， m 其实 function of theta。 那现在知道 theta 等于这个正大，所以我们可以求 m 等于
二 EI over L 乘上 beta， 我们写个符号没关系。那这个L 是多少呢？是八公尺，对不对？也就是L 二一 Young's modulus 是两倍的二点一乘上十的四次方，然后 I 是十二分之一 BH 三方， B 是三十六公分， H 是五十四公分的三方。然后乘上贝塔，贝塔是二分之阿尔法 LT 除以这个 height 这个 d， 对不对？所以贝塔是二 d 分之阿尔法 LT。那 LL 可以消掉，所以这个变成二乘上二点一乘十的四次方乘上十二分之一乘三十六乘五十四的三方乘上阿尔法是十一乘上十的负六次方乘上 T 是增高了十五度除以二 D 是五十四公分。所以把这个求出来是303.118 kN、嗯、这是一个弯矩，那这是左边这边的 A prime 啊 B prime 在这里是 B prime，它是负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它是负的，我们假设这个贝塔是顺中向，所以贝塔是一个负的，那这个弯矩是这个方向来加的，这个方向弯矩是顺中向弯矩，顺中向弯矩是负的，正好这就是负的，这就是 B 点的 fixing moment。 然后我们现在来写这一个 structure 的 slope effect equation，MAB 等于这个跟前面一样，MAB 因为显然这个题目是对称的，我们考虑它的对称性啊，MAD 等于32 K 贝塔 B， 这个题目事实上又没有塞嘴，没有塞嘴 MBA 等于32 K 二贝塔 B， MBC 等于54K 二贝塔 B 加贝塔 C， 但是因为考虑对称，贝塔 C 等于负的贝塔 B， 没有塞嘴，然后要加上 fixing moment， 现在的 fixing moment 是反中向是负的，所以是减303.118，所以这个事实上等于54 K 贝塔 B。
减303.11方。那下面一半呢？因为我们考虑对称性了，所以其实下面一半就不用做。那它事实上就是有 MCB 的MCB， 我知道它一定等于负的 MBC， 因为考虑了对称。那 MCD 一定等于负的 MBA， MDC 等于负的 MAB。这就是六个 slope intersection condition。那考虑对称性，我们只要做上一半做。它的平衡式呢是Everybody 考虑了对称性，所以那边不必做。那这个是 B 点，这里是 MBA， 这边是 MBC， 传到这边来是这个 MBC 跟这个 MBA。所以在 B 点submission MB 应该等于零。submission MB 等于零，其实就是 MBA 加 MBC 要等于零。所以就是这两个相加等于零，64+354，118 K theta B。减掉303.118等于零。那从这一个，这就是我们的 stiffness equation， 进度方程式，现在是一元一次的，它只有一个自由度啊。可以求到我们的 delta b 等于。118K 分之303.118，很巧哈，这个118，这是纯粹巧合。那这个等于0.559×10^-3。这是求出来是正的，所以它其实是反方向。带进来每一个干端弯矩，给求出来是82，差不多是82kN米，这个是164kN米，这个是-164kN。这两个相加会变成零啊！本来我们就是按照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画它的解密图跟弯矩图。我们可以做这个题目，把它全部 take everybody 哈。MAB 是82，反方向。MBA 164，反方向。MBC 是顺中向164。所以这边。一定是反中向164，因为是对称。这个是顺中向164，这个是顺中向82。那我们 take 这个 free body 可以得到这个解密。这两个相加是。246×4公尺是61.5，差不多是这样。
那这边应该就是这样的 61.5。61.5过来是这样，过来是这样，过来是这样，所以这是61.5，61.5，所以 BC member 会有一个，BC member 变成有一个平均的张力。它没有剪力，所以这个没有横向力。剪力呢，这是61.5顺中向的剪力，这个 measure 这边是逆中向的剪力。Moment diagram， 我们的剪力图。画出来是61.5顺，这边是负，摸我们来管，这是164，这个是82，164，82，画在压力面，然后这是164，它的弹性变形曲线，我们求出来的西塔 b 是反中向转动，所以这边是顺中向转动，因为是对称，从这个对称上出来。这边是有一个反弯点，所以它是先是左侧受压力，所以这个先左侧受压力叫弯，弯过来这样子，有一个反弯点。这边先是右侧受压。然后弹性变形曲线，你可能会看到说，哎，这个是 concave down， 就是下缘就降弯，降弯它是不是应该是下缘压力，对不对？降弯，下缘压力。下压力这个 moment 怎么是在上面？我们显然看到这个 moment 是上缘压力，有没有什么矛盾？从这个看，好像是下缘压力，上缘张力。但是从这个看，是上缘压力，下缘张力，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是上，有没有矛盾？这个啊，有没有矛盾？了不了解我的意思？了解哈，懂我的意思啊？有没有矛盾？这个题目。说有矛盾的举手看一下。
是不是我的到底什么不划算，光明带光错了没，或者说弹性变形曲线错了没。说没有矛盾举手。那个，那这个是道理在哪里？道理在哪里？道理有什么矛盾？啊，有没有错？有没有错？错在哪里？啊？有错，没有错在，没有错，为什么正负不对劲？为什么这边正负？从这个图看是张力压力，从这个图看这个压力张力正，什么地方有问题？还是你要怎么样解释的？你解释一下问题。没想到会指到你吗？因为只要它那个弯曲是抵抗热膨胀的弯曲，这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是对的。那如果里面都没有 member force， 它是这样就这样弯。所以在没有 member force 的时候，它已经有这么大的 theta， 这个 theta 跟这个 theta 是不一样的。这个 theta 是就让轻松的伸长，然后造成 theta， 然后它造成这 theta 以后，这边的柱子要给它这样的压回去，对，柱子把它压回去了一部分。压回去不，但是还没有办法压到平的地位，就是两个人要妥协嘛。我要动西塔，他把我压回来，也许压回来二分之西塔。所以，即使你压回来二分之西塔，我还有二分之西塔，所以还是这样弯。所以这个还是这样弯，但这个错在哪里呢？错在这个不是负整，它是负。跟这个是配合的，虽然是这样的 contin， 但是上面是压力，因为它从温度让它的翘少翘了一点，所以它上面有压力。这样，或许我们可以 check 这个值，就是这个 data 上没有出现这个 data， 这个 data 是。二分之阿尔法 LT， 二分之阿尔法 LT 是等于二分之一乘上十一乘十的负六次方，这样 L 是八百，哦，还要除以 D， 还要除以 D。然后乘十五，然后除以 D， 一是五十四，哪个同学有计算器？啊，制作一下，这个计算器，这样。
12.2 乘十的负四次方。你看这个啊、哦，那就是1.22乘上十的负三。这个是德塔，这是不没有这个 compromise 没有妥协，就是他自己热胀冷缩造成的。那这个 theta 现在跟这个 theta b 来比，这个是比它大，就是它本来就是要这样子，要这么大，有柱子把它压回去了一些，压回去一些，剩下多少呢？剩下的它还有这么大。那这个在算 b 点的时候，theta b 它当然应该是负的啊，顺东向，所以这是负，这也是负，这是反东向，哎，对。啊，这是反中向的这个算法，这是反中向，这个是 B 点，是反中向，所以这是正的 1.2， 这是正的 0.2。 有没有问题？这一章就到这边，这一章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章，因为它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很详细讲解的 displacement method 的章，第一章，等于第一章接触这个 displacement method， 前面讲 force method。然后在这一章里面，这个这样的 slope deflection method。解释这个 displacement method， 它的很清楚，就是它每一步就是说，我现在在导平衡式，然后我现在在导 stiffness equation， 然后我现在计算位移，啊，就是我们的位移法。然后这一张它算出来的答案呢，是 exact solution， 就是精确性。你看，算什么0.559。完全不是近似的，就是我就是用这个平衡方程式，多元一次联方程式，就是给它解出来，它就该多大的位移，然后这个位移带进来，说这一点的 membrane involvement 就应该多大，所以 slope deflection equation 解出来的是 exact solution， 是精确解。一般这个。你如果真的要把这种方法用在一个高楼的设计啊，自由度比较多啊，那是很麻烦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要解这么多的多元次联系方程式，你说自由度很多就是要解这么多。那所以在后来电脑出来以后，那就能够配合做很大的题目。但问题是很多高楼啊，是在没有电脑就已经盖出来的。那所以在以前的比较大的结构设计分析的时候啊，需要做很多简化才可以来解这个方程式。那这个简化诸如我们在上册有一个这个题目，上面是一个 truss，然后底下是这样，然后我们有一个旁支，在第五章大概我们有这样一个题目，然后这边有外力风吹它，解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超静定，可是我们把它假设说，哦，这边是一个反弯点，让反弯点放在这个柱子的中间，因为上面是很 stiff 很硬的一个结构，所以几乎大概就在中间附近有反弯点，所以我们这个是二分之 h， 这二分之 h 是一个假设。当这个假设做下去以后，这个超静定的题目变成静定就可以做。那在高楼设计，
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这一类的假设。可能楼房很高，那风在吹它，那它就会这样动。那这是一个，你看这个是，如果用 slope deflection equation 来做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 theta， 一二三四五，五层楼，所以它是十五次的自由度。我们解这个，如果用这个方法来做，就是要解十五元一次联立方程式。那以前没有电子计算机怎么做？那所以要做简化。这个简化常常就是，比方说，因为这个 slab 这个梁很硬，风吹它这个多半就是假设是很大的 EI， 所以它就是比方这个楼就这样子动，这样子动。这样动，也许我就假设，哦，中间这一点是反弯点，那就简化很多了。所以这种简化，就在以前常常应用在结构上面。那自从有了电子计算机以后，这些简化都渐渐不被人家采用，因为我电脑就可以做了。那但是它的基本的 slope deflection equation 所导出来的 stiffness equation， 这个是到哪里都是这个 equation， 十五元一次就是那个十五元一次，跑到电脑里就是十五乘十五的 matrix， 所以那一个东西，总归我们就是现在要可以 take。那这一章讲的，就是建立 stiffness equation 很清楚的一个方向。那如果硬要用这张讲的办法来做，做出来的是 exact solution， 它不需要做这些简化。所以这张是其实是蛮重要的一张，把它好好的消化，然后题目要多做。这张后面的题目你大概是做不完的，那你别本，你拿别本结构来看，又是一大堆不一样的题。这些题目你自己可以给自己出，所以好好把这张去消化一下，以后毕业以后出去考试，多半都会考结构。考结构至少50%你会碰到 slope deflection equation， 50%的机会。那到下一章，他就开始就是解这个近似解。当然，近似解又给我们很大的方便，因为它近似嘛。但是虽然近似，我工程上可以用就好了。那所以，以前就发展很多近似的方法。可是这一章讲的是 exact solution， 有没有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平时测验吧。下课，你就解决你没有 slope deflection equation 的方法来解，你能做到哪里做到哪里。
反正第一步写这个 slope deflection 就行。第二步，平衡方程式 equilibrium equation， 然后其实它就是 stiffness equation。第三步解位移。你做到这边就可以，那最好做到这边，更好是画 Bohm demo。那如果你要把弹性跟曲线画出来。